宝贝，我先走了，一会儿叫小珍送你回去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走了。你要不别去了？你要换身衣服，跟我一起去吧。我不去了，我都不认识，就我一个女生，怪尴尬的。那怎么办？兄弟们都在等我呢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去吧。怎么？啊，没事，去吧，去吧。那我叫小珍送你回家啊。嗯。我回来了。你不去了？不去，陪你。哎，夏雨，你这件衣服好好看啊！借我穿的。别啊！哎，你这手机新买的吧？好好看，借我玩两天。那我用什么呀？你用我这个。对了，这周末我要跟我父母吃饭，你男朋友就不用加班。这周末能见你？那么小气啊，一个男朋友都不见。那总裁，顾麦给我。啊，对。哎，总裁，顾麦什么时候还？不用了。你现在就去财务室结账，明天不用来了。听着，这好吧？听着，好吧，要你不说。